好是谐音我爱你的意思，不少人都在网上发文放闪，柯震东也在网上晒出多张历任女友的放闪合照，并简短写下520，除了封面是他自己的帅照外，其他九张照片全都是他曾经参与过的电影剧照，而且合作对象个个都是女神等级，其中可以看到当年和他一起主演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陈妍希，还有在两岸三地大爆红的小时代，他与郭采洁青涩的模样也直接勾起影迷们的满满回忆，同时还有近几年和宋元桦还有王静一起拍摄的月老，而王静看到照片后也在留言区写下20啦。此外还可以看到林依晨徐若瑄的身影，让不少网友看了纷纷直呼不可能每一部都看过吧，而且每个女主角都好正啊。you